因为刚才我们想说不要录太长啊，可是因为他后来上了这一盘啊，真的蛮漂亮的，大家看一下，真的很美。然后这个是冷冻的，它比较贵的，这比较贵，对，这比较贵，这是比较好的肉啊，这比较便宜，对，那便宜一点啊，这好像100，这个是38。38，这是100，这是比较好哦。咖啡就是肉质比较好的。然后我们刚才有放那个温体啦，然后沾这个，沾这个油碟，就是这个大骨，这个是比较养生，也是比较好。他所以他说这个大骨，它是很扎实的两个大骨。对，所以其实还蛮，因为我上次吃的印象还不错，超嫩的。对。啊，彼得巴刚才一吃就觉得那个肉质真的很，就是我觉得台湾那种现宰牛肉也很好，很像，虽然比较贵，可是那超嫩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因为刚才我们是感觉它价位不便宜啊，没有，也没有它不便宜，就是贵，好像比它家贵一点。对对对对，可是还不错，很好吃，真好吃。哦，好嫩哦，天啊，真的好吃。因为它其实很厚哎，我们以为要煮，对。煮一下会不会太硬？对，就发现吃下去是超级嫩的。对，好吃。千万不要给苏珊看到，拜拜。拜托，那个转传加苏珊 IG 转传给他。说，很想跟他来吃。真的，记得这边这间店叫什么？我们要出去合个影。合个影。明年来的时候就可以找。哦，对，你们去迪士尼，如果有去迪士尼，先来。迪士尼在这附近而已，对。真的可以，如果有去迪士尼的，可以来这边吃。哇，特别好吃。你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然后，下一个这个100块的。对，这个是比较贵的，100块。这一定不能煮太久，以我的经验。对，这个，可是它这个就是一放下去就不见了。不见了，然后蛋。然后谢谢。所以沾这个油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味道有像，这样子，就是一点芝麻，对，芝麻油。来呀，我都不见了，不行，我那么贵的肉就这样不见了，怎么可以？能汤匙捞一下，好像还是我捞起。我吃看看，这个是比较贵，这是雪花。这次我决定要把它拉起来。对，可是我觉得雪花可能就有点像台湾刷刷锅那个肉，看起来。它是100的话，这样一盘500，也就跟台湾价格一样了。单点店差不多。对，因为它这个也已经有点像牛小排的那个肉质了，对，差不多，就不是便宜的啦。但是你试试看38跟100的差别在哪里。就是刷刷锅的肉啊，对，好像不止，对，好像38的，对，便宜的就好，这100的台币400多，台湾点也差不多啦，如果这个分量差不多，普通，刚才那个比较好吃，肉的味道是不错，但是刚才那个 CP 值比较高，对，那我们下这个好了，下看看。等一下，我爸，你明天会还好吧？我肚子经过了前天的那个练习之后，今天应该会好一点吧。我觉得其实它第一个肉有点像海底捞的那个滑牛哦，有像，但没有啊，有点没有那么滑，但是比较弹，比较嫩。对，就是因为滑牛它感觉它有沾酱，有沾粉啊，有。然后这个感觉是比较没有的。然后他一直推荐说这个大骨的汤好喝，他喝看看。对，我们还没喝汤。他一直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骨到底多大，我们一吃啊，把它夹起来。
要直接讲。你看这个，还是再煮一下，你看，好不好？哦，你是我等一下讲，我等一下讲好了。好，你把我先再煮一下，我再讲。他一直说这个大骨是真材实料，然后里面还有豆皮，我是不太喜欢。哦，我们真的太过分了。哎，记得加速上 IG， 然后直接把这个影片传给他，就说彼得爸自己一个人。哎，这是我们两个最后一餐，最后一餐，最后一餐。讲得好不舍，对，最后一餐，要我们看了四天的培养感情，对，还是这个晚上道别了，还是发现苏珊比较好用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参加一个夏令营，对，要结束了，即将要告别，以后回到各自的生活。我们以后一年天安排一趟，明年见，明年见，不能太多，太多我们会被刁。回去赚钱了，对，先赚钱，不然没办法这样。可是我们这一次还，我们这次没有说真的花特别大的钱，对，还好，我们是有目的性的去拍这个，对啊。我花比较大 AirPods 吧，对，然后其他买的，你这次也没买什么，你上次还买比较多耶，对啊，你上次，上次买一万多，对啊，你这次差不多了，你这次比较没有买，四五千，这次一样都是买小孩子的东西，对。刚刚这个比较好吃，第一个是吗？对啊，第一个好，我帮你等一下再真的想吃肉再点那个第一个。这个有点感觉煮太久了，煮太久，有一点，这比较饱，可是我放在里面放蛮久。谢谢谢谢。那看起来很辣，那不会辣，牛肉比还比较辣。可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沾油啊？我刚刚有吃一个全脂，是还好的。主要是看起来不辣，但吃起来好辣，那就不会。对，它也要是下面是清汤，就上面一层油，就搞得比这还辣。真的辣是那个油，不是那个汤。哦。而且，这样沾着也蛮酷的。没错。学霸之后就会寻找这个油了。直接就上网做功课，回家卖。对，要怎么加才好吃？应该有个黄金比例。对，黄金比例之类的。我刚才是加一点花生粉，加一点蒜头，就这样。哦。就是那个芝麻油，嗯，两个都加一点。我昨天看它还有加辣椒哎。可是加辣椒，我都怕这个有辣。对。因为我觉得味道有七到八成像啊。嗯。尽力了，我感觉出来。对，我感觉尽力了。现在你随便乱讲。你就点这些呗。哎、欸，还有吗？哎呀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娃娃菜嘛？对。吃火锅必备，娃娃菜，好啦，总归就是其实还蛮推荐大家来吃的啦。其实还可以，它那肉有一个厚的那个肉叫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不知道是秘制嫩牛肉。秘制嫩牛肉，因为我吃起来很嫩，它应该是秘制嫩牛肉。38块那个，对，32块。32块，推荐大家吃32块那个秘制嫩牛肉。那我可以再，那我们先吃这个好了。我可以再，我可以给你看。我觉得可以再点。对啊，是就是再可以看。嗯，好。你再吃，还是吃完再点，吃完再点。你可以先看，他应该快吃完。快吃完。是这样。我看。你好。开始发挥作用了。这边厕所应该蛮干净。这边用不？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。不然你就吃不要辣的嘛。不行不行。你就不要。好贵，但还是，啊，还是想吃。那汤底还好，
钢体88，四十八，哦，88了，我是鸳鸯，我不是，我是那个，哎，可是不是48吗？四川鸳鸯，我不是鸳鸯骨头菇，哦，鸳鸯骨头，哦。哦，康迪，因为啊，最主要我没有骨头啦。如果没有骨头，没有骨头是48。嗯，对。刚应该没有骨头。对。嗯喽。嗯。肉真的不用顶这个雪花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。嗯，不是。我们那天海底捞忘记用八折券了，超白痴。你说你有 app 哦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八折券我们没有。算人生，人生总是有。差很多哎，我们原本吃1500八折是吧？1200，变1200。我们这次吃的还不错啊，这次吃海底捞，还有吃董事长，对，那个老董，老董，还是小董，王董，反正就是董。周董，董，那也蛮好吃的。烤鸭不错。差不多啦，我觉得下次真的就拍个一样两三个晚上，这样差不多。我们这次其实算两个晚上，就我们很其实算两个，三天两，就是实际其实只有两三天。对。觉得我吃一下这个汤，其实如果没有加骨头的是44块，那因为我没有加骨头，所以80几块。可是它这骨头很大一个，然后那个人刚烤掉。这种熟度你可以吗？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。啊，我再熟一点好了。再熟一点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自己再下去。然后我吃一下这个肉，不行，这太深了，我不行。学霸，你要跟我一起捞菜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有点想去。你就先去啊，去回来再吃。好的。先吃一个这个辣的，最后再吃一个这个骨头，哇，好烫啊！有的可能，有，而且炖的够了，够了，就还那个，就喜欢啃那种软骨的，很棒。汤吧，就是炖的，而且味道是有东西可以啃。对，而且它的汤还蛮浓，对，蛮浓，蛮好喝的。我刚菜西的，你要吃点菜。好，菜西那个汤，对，还蛮好喝的，汤好喝。我感觉要是加汤吗？我两杯。给他叫他加汤一下。美女，美女，美女，可以帮我们加个汤吗？啊，好。去啦！我想要吃豆腐，豆腐先放好。来，张先啊，两位帅哥、啊，可以了吧？嗯，然后这里，这里。那比家里高汤啊。好，谢谢。下一个。担心一下，担心啊，连忙拿了一个手套给你啊。不用。不用。然后最后，这间呢、啊、开到凌晨3点，所以你去迪士尼玩玩，来吃宵夜，然后真的肚子饿来吃宵夜。可以手套吸骨啊。哦好。可以吸里面的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对了对了。好。然后拍美食节目。对。用吸管吸那个。吸里面，我不太敢吸耶。没吸过，我只看在电视看人家吸过耶。哦，怎么样？好吃，你啃一个，知道？其实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只是有点太烫了。等一下，我拿手泡，有给我了，有给我了，谢谢。
我已经都已经这样了，不需要手套。吸管是重点，重中之重。我们要生第三口，那好吃，这样好吃。其实我很不挑嘴啊，我很少说不好吃的东西。真的。这个、我觉得吃这种东西主观，对，因为习惯就习惯。陪伴卫生只要钱。我知道，我刚刚给大家看，在你不在的时候，2块钱，还好吧？你刚刚去装酱的时候，我给大家看。我们可以用吗？你用啊，你用啊，应该还可以吧？对，很好用。我们需要卫生纸。是欠缺卫生纸的，身为一个透明的。可能大家自己会带出去。这个地方就有在地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有那种比较，真的你说的比较偏一点，对，比较偏一点，有在地。你会像你去大陆那种二三线城市，比较偏一点的地方。可是，哦，你看，有时候二三线城市不是说它是那个三线，搞不好规划更好。哦，有可能。可是这个地方就是不会再规划，感觉是老城市，对，老城市。就换句话说，就有点那种，可能就是，如果以三重来讲，就是比较巷弄的那种感觉。纽约的感觉，纽约应该很多这种地方。可能是。你们去纽约的时候，有很多这种比较旧的地方。不一样，也就不太一样。我再把这个吃。哎，这个软骨好吃。嗯。快点点了吗？嗯，是哦，你点啊？我按掉，就按掉一直在重用。我觉得可以再来。那我再叫肉。好。哎，他，我觉得这个比肉好吃，可能就骨头。真的，你吃一个看就知道。它那个筋很赞，很好吃。目前吃303，目前吃303，就了不起吃400，所以大概1600-1700啊，所以真的还好啦，不是便宜的，可是就你台湾吃辣也是比较，没错，比较就是蛮比较。姐姐。请问一下，你吃了我第一个点的那个肉，有叶子在下面，那个是什么？比较厚一点，是秘制的牛肉吗？哎，对了，就这个就叫秘制的牛肉。嗯，谢了。手机下了啊，下了。舒服。彼得在下牛肉了。好了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啦。其实整体而言，真的我一直被呛到，真的还是蛮推荐的。我个人觉得还可以，因为附近要找吃的也没有那么。对，好找。那这间如果你真的有去迪士尼，可以考虑来这边吃火锅。拜拜。